新竹炒米粉。我每次炒这个米粉，我就喜欢把它炒得干干的。视频后面有教程啊，大家不知道怎么做的可以看一下。好啦，拜拜。这个米粉用热水泡3分钟，然后准备的配料有姜蒜，然后小米辣，火腿肠，还有点青菜。家里有鸡蛋的放点鸡蛋，我们家鸡蛋吃完了，今天就没放鸡蛋。起锅烧油，还有姜蒜，小米辣。放入泡好的米粉，加一点老抽，然后再放点生抽。火翻炒，因为这个生抽里面是有盐味的哈，所以我就不放盐了。你们要是生抽放的比较少，就放点盐。放青菜，把青菜炒软了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出锅了。这样一份简单又好吃的炒米粉就做好了，很简单，3分钟就搞定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又是满满一大碗家常菜。
一下再吃。好吃。豆芽豆腐皮四季豆，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吃豆制品。反正今天早上刚拖过地，自己家就无所谓了。蒜咸蛋刚好，不会特别咸。帮我点个赞吧，朋友们，谢谢，感谢大家了。好吃。这我自己榨的这个豆浆，好喝，加了两颗红枣。